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昨天和你分享，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，在他的一生所经历的事上，一直在教他一个功课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手抓住那些我以为对我重要的事情，我所爱的，我所宝贝的，我不可以失去的。因为没有一件东西不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失去，你不可能真的拥有什么是直到永远的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我懂得要抓住神，这一位神是直到永远的，这一位神他所给我的丰富恩典祝福是不会流失掉的。神在教雅各一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功课，你叫做抓。可是你一直抓错了东西，你需要抓住的是那个永恒不变的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永恒不变，他所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永恒不变，在这个生命当中，你享受的一切从主而来的丰盛是永恒不变。走在神的恩典里面，要抓对东西，抓到神，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极大的祝福。而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一个插曲，在雅各的人生当中所记载的一段，就是他的大儿子失去祝福。人人都想要得到祝福，这个大儿子却失去祝福。我读给你听，以色列住在那里的时候，流便就是以色列的长子，长子是应该承接祝福的，而且是双倍的祝福的，长子是应该承接爸爸所拥有的这些丰富的。但是这个儿子失去祝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去与父亲的妾毗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，他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他让情欲主导了他，情欲火血气主导了他的人生。我求主施恩，这个做长子的人竟然跑去跟爸爸的妾同寝，发生了关系，这是他不该做的一件事情。爸爸还在，你怎么可以搞这样的事情呢？以色列人里面，他们其实的确有一些文化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，那个文化是做儿女的，特别是做儿子长子的，可以承接父亲所拥有的一些东西。但是那个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父亲离世之后，这些东西是你可以得到的，然而你太心急，你这个时候就想要去抓这些东西，以至于你以为我可以先尝到一点我想要的东西，其实你是失去了更多的。走在情欲当中常常就是这样，也许你觉得那个情欲当中的快乐让你很满足，但是因为这些你会失去更多更宝贝的。不要走流便的路，流便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流便是老大，因为在血气当中行事，失去了长子的祝福。老二、老三西面和利未在火气里面，你记得吗？他们拿刀把人家世界的整个城的人都杀光了，在火气当中他们也失去了祝福，以至于后来祝福到了老四犹大的身上。后来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耶稣基督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。求主施恩恩待我们，提醒我们不要行在血气火气当中，以至于你失去更宝贝的祝福。